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，宇宙护卫队之钢甲霸王龙。小刺豚和变身手套。哇，泡泡，进去探险吧。这是你成为勇者的第一步。我害怕。这里已经被我占领了，走开走开，不许欺负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变成大白鲨了？一点都不可怕，不过你们觉得？泡泡，抓紧我！变身手套上的超微型感应系统会读取摸到的生物的样貌和能力，可能到你身上。太棒了！太可怕了！怎么吓跑了？我只是想称赞你这次的发明真好而已啊。流星，你越讨厌吃大蒜就越要多吃，这就是心理学领域的崩溃疗法，以后你就不会再害怕吃大蒜了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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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味道我受不了。吃大蒜根本就没什么可怕的，看我给你示范一下。有任务。是小刺豚泡泡，霹雳变成大白鲨来闹事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报警。护卫队，看我把你们一网打尽。泡泡冷静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海底珊瑚洞口。宇宙护卫队出发。风暴力量，闪电伸缩，彩虹能量，百变流星。宇宙护卫队，你们总算来了。泡泡，你怎么不躲到更隐蔽的地方？刺豚受到刺激会大量吞入水膨胀起来，它这样是动不了的。霹雳呢？好像是霹雳，我进去看看。流星，你帮泡泡放松，让他恢复原状。彩虹，你跟我到洞里去看看。是。小雨点，你留下来协助流星。要怎么让你放松呢？哎，有办法了。泡泡
我回来找你了。啊，是虎哥。等一下，也可能是霹雳。霹雳啊，我刚刚在那边看到他了。小海星也来了。那边没有，会在这边。没有啊。啊，虎哥。他就是霹雳，流星小心。泡泡，你是怎么认出来的？虎哥没有那么凶，也没有戴手套。原来是他把我暴露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对不起，我害怕的动不了了。没关系，每个人都会有害怕的时候，比如我就很怕大蒜的味道。原来流星也有害怕的东西。霹雳变成你了。泡泡，你先在这里躲一下，小一点，照顾好泡泡。就算你变成我的样子，你也还是霹雳。那我就用你的招式来打败你，百变流星。还有这招。这算什么？我也会。放松放松放松。流星，谢谢你保护我，我现在没那么害怕了。我来帮你解开机械臂。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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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雨姐，我不动，还是你推我过去吧。流星，对不起。我是霹雳，走开。霹雳现在非常生气，你们要倒霉了。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。是霹雳。虎克，你带小海星到安全的地方躲一下。彩虹闪电，我们去支援流星。是。晴天霹雳变身手套。是时候展示变身手套真正的实力了，变个升级版的大号流星。我怎么变成小刺豚了？我怎么走不动了？小雨点，保护泡泡。我还是很害怕。泡泡，你刚刚帮了我，你是勇敢的小刺豚。霹雳不过是变成了你的样子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你说的对，我怎么会害怕我自己呢？竟敢喷我。等等，我找到使用这个身体的诀窍了。泡泡，你真棒！不过就是喷水柱嘛，一点都不可怕。居然还能喷水一动，我又学会了。
流星，我们来帮你。还是帮帮你们自己吧。风暴力量！大家小心！珊瑚，有了！彩虹快走，我来救你。想走？彩虹能量彩虹风暴，跟我走。想走没那么容易，闪电飞梭都给我走开。没想到我被自己追得这么惨。小雨点，我们走。霹雳，给你的。什么东西？我才不要！别忘了，珊瑚也是有生命的。你的变身就到我追到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你们的，全都给我站住！今天快把我带走！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，泡泡都可以变勇敢，我也可以崩溃疗法，我来了！说了这么多，恭喜你通过了崩溃疗法的考验。治好就行了，以后一次吃两三瓣就好。想在天空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风暴彩虹，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危机时刻为你出现，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勇敢出发，全速